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黑黑，然后我今天要来介绍耳机，这是黑色的，然后这是灰色加白色，然后我个人很喜欢这个颜色，因为它正可爱，看它有点像玩具的手把，然后你可以把它调音量加减，然后还有暂停跟播放音乐，还有开机都是这个键，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上网去购买哦。